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我们的一个毛这个皮肤里面，大家会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毛发。这个毛发其实大家也看到的是外面的部分呢，其实皮下的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还有所谓的毛球、毛水、毛干啊、毛水这个发水。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头发毛发里面的这个水质啊，不是那个清清如流水的水，骨髓的水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它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能量聚集在一起，营养聚集在一起，让我们的头发源源不断的往外生出来，这是非常不容易。不只是头发，我们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细微的一个毛发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大家聚焦的地方，也是大家会去注意的地方。变白了，哇，想说，哎呀，不知明镜里何处添秋霜啊，心情感触蛮多的啊。这个头发掉了以后，也是想说，哇，是不是劳心劳力啊，让我这个头发得不到营养啊？没这回事啊，这大部分都跟遗传有关系啊，所以不要乱看脱啊，这个跟这个没有什么相关的。其实我们的皮肤里面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它的一个功能啊，事实上是我们外表只注意到外表，没有去注意到，因为它底下你可以看得到，像这样子，长相啊非常特殊的这样子，像洋葱一样的，那也有一些就是小洋葱、大洋葱，然后小的分支。这种非常绵密的一个网路啊，那有的地方这个网路就会比较密集一点，有的地方啊好像讯号就差一点了，跟某些位置，像我们现在要接收手机的讯号一样，有些地方就比较强，有些地方只有一格等等的状况。这是表示什么？我们的感觉神经、感觉细胞也是根据位置不同啊，它部署的一个密度也是不一样啊。手、脸、嘴巴附近，这要很灵巧的，所以这个感官这种皮肤的感觉的一个末梢的一个器官呢，它就会密度来得高一点了。那所以啊，我们有时候啊，摸到一个东西或者穿上什么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不要眼睛不一定要看，你闭上眼睛，你也可以感觉得到那个质感。所以有些人就喜欢穿上华服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画家叫布拉迪奥，这个名字很拗口的这位画家，那么他画的。这是一个圣方济的一个教室啊，他穿的衣服，这是非常粗糙的，这样的一个纺织做出来的衣服啊。那为什么要粗糙？就是故意要提醒这个圣方济的教室啊，说生命是很苦的，生命是提醒我们人是常常要犯错的，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刺激啊，来不时的。好像警告他、提醒他的一个状况。可是你看看，这个很疲累啊。这幅画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的意思啊。我们看，这是只是其中的一角。我们看到他用这样的衣服来提醒我们的知觉，不要安逸，不要过度于奢华上面的这个状况。这是整个的一幅画，蛮大的一幅画。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是两边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这边画一个线的话，这边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光亮的地方，其实是比较辛苦的那一面啊。为什么这样子？好，我们再把这个角落放大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角落放大给大家看，可以看得到什么？这是时钟，然后这是纸牌啊，那样的一个东西啊。然后旁边这是骷髅头啊，我们的头颅啊，这是底部这个地方啊。这代表的是生命的逝去啊，时光啊，分秒，它可能就这样流逝掉。你玩的这个游戏啊，等等啊，就算你当时是有输赢啊，过一阵子也是一样啊，过眼云烟啊，虚华漂浮不定的一个东西啊，在这个角落呈现。那这个东西再往上的意思啊，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烛台。那个烛台你可以看得到，这蜡烛是熄灭的，还有一点点云烟在这个地方飘啊飘啊，但是呢，曾经的光亮在哪里呢？已经不见了，因为那个也许是晚上点的那个灯啊，现在白天是不需要，是没有错，但是我相信它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这个，而是点醒我们啊，很多事情啊，这个到底光亮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要更注意到它其实生命逝去以后会变成这样子的情形啊。头颅啊，
是头颅是我们一般看到头颅的一个角度不太相同，这是从底部看，所以这是两个颧骨的这个位置啊，这是我们头颅跟我们的脊椎要相连的这个地方啊。然后你看背后还有乐器啊，所以这些都代表生命的浮华，生命的啊，这个好像你觉得好像可以掌握的东西，到最后就会变成这样子一堆黄土啊那样的一个情形啊。可是跟他做一个强烈对照的是这一边呢、啊，这边是一个生命力充满着那样的一个青春的一个少年呢、啊，在那个地方刚刚是一个受尽人生好像有点苦楚啊啊，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的，在还在厘清的那个状况，这是生命的起头，然后盛开的花朵，吹出来的泡沫，就算是青春，这个也是泡沫，所以这个幅画还是蛮悲观的。好，我们看得到这个泡沫，身上会不会有泡沫？有肺泡啊等等是有泡沫，不过年龄大，骨头也会变成泡沫、啊。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状况会让我们的一个骨头啊，有时候产生出非常致命的一个影响。譬如说，大家一看到这里就知道说，这个骨头。骨头的颈部跟这里的颈部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七八十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呢、啊，她出现问题就是跌倒，那你可以看到她腰椎的地方、啊、本身也都退化的蛮厉害，所以这个不良于行啊，当然是不在话下。那我们看我们的这个骨头的一个结构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从后面看的时候，这个后面的肌肉啊等等，这是臀部的肌肉啊，都是非常坚强的一个后盾。但是、啊、更重要是骨头这个部分，这个骨头这个部分它理论上是也不是那么容易会受到伤害，因为它附近还是有很多的一个组织啊，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在髋关节这附近就是它的韧带等等。但是主要它本身有问题的一个点就是在这个底部这个髋关节这个本身的骨头这个位置的时候，所以如果这个地方是不够坚强的话，它还是很容易啊在这个地方断掉，那断掉以后它的血液循环也会容易发生问题，那这样的一个结果病人他就会不良于行，卧床在这个病床上长久就会容易产生出并发症出来。所以这个病人主要问题的一个点，大家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到骨质啊事实上是蛮疏松的，所以在这个必须要承受力量比较大的一个地方，他一跌倒的时候就可能从这个地方断掉，断掉的结果他当然没办法活动，就会产生后续的一些并发症出来，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治疗，而不是说大家以为年龄大骨折就让他躺着是不是能够愈合，反倒并发症更大的意思。好，这个病人就接受手术的治疗，治疗的方式就是把这个本来原来断掉的左边这个断掉的地方给他换上一个人工髋关节，但是这个人工髋关节跟我们一般所熟见的人工髋，这个常见的人工髋关节、啊、有点不太相同。这个基本上是一半的人工髋关节、啊，是个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这个上面也有问题啊，这个骨盆这上面这个地方也有问题的话，这个也有问题的话，这两个要一起换掉，因为像关节炎啊等等，这就要一起换掉。它现在只有这里有问题，所以只要换这一部分就好。所以它相对的一个位置就是说，上面这里啊，这个骨轮这个地方啊，就是髋关节这个上面这个地方是好的话，这个不动它，只有动底下的这个部分啊，不要整个连上下一起换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病人好了，开完刀就出院了，出院了，结果呢，后来又来了，位置本来应该在这里，跑到这里来，然后赶快再跟他想办法，麻醉之下再给他瞧回去啊，又回去啊。为什么？因为又跌倒啊，同一个地点在家里面又跌倒，浴室啊。所以老人家，我们回到家里面去以后，家里面的安全相对是很重要，医疗绝对不是只是在医院啊，我们把它处理完就是了，后续的照顾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有跟家人的病人的家属提醒啊，但是因为大家可能忙碌的关系啊，这个老人家又不想劳烦别人，就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从刚刚那幅画中看到虚华，看到现实啊，更要反省自我。感谢您收看，再会。